国民党党内总统初选昨天开始领表，党主席朱立伦则是在日前表态不会参选2016，而态度受到瞩目的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天松口，他说不会拖到5月16号领表截止日那一天才表态到底要不要参选。而昨天抢头香登记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，则是希望尽快出现其他人选，能够一起在党内的初选平台上一较高下。总要替男生也要有个代表吧。对不对？这个，有个代表，大家一起在这个，初选的过程当中，这样比较有意思。率先起跑，国民党内总统初选登记，立委小辣椒洪秀柱积极展开党员联署，更在媒体专访上呛党内主帅确战，认为立法院长王金平参选几率最高。还没有做决定呢，所以要与不要总不会拖那么久嘛，因为你是5月16号领表，怎么来得及去联署？联署15000不成问题，已经开始呢前置作业。等到王院长一领表的话，就马上呢来配合。龚王立委早有准备，挺朱立委静观其变，各种组合传言满天飞。而网络媒体报道，朱席会将在国共论坛隔天5月4号中南海登场。朱立伦受访快闪必谈，洪秀柱却率先高喊和平协议。我们希望两岸和解嘛，我们有军事互信的一个机制，这些都要靠政治对话。所以朱主席他应该有他的一个想法，他不可能说跟这个习近平见面之后，什么都不讲吧？政治协商，我想这个牵涉的问题太多，牵涉美国，牵涉其他国家都有的，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两岸的问题，我想现在太敏感了，不是我谈这个的时候，我就不谈。还不是时候，王金平嗅到时机敏感，不谈两岸。朱立伦受访转头快闪，私下却频频铺排两岸事务。前一天会见中共来台官员，又传出副主席郝龙斌4月底要抢先访中。新唐亚太电视陈慧慕、庄轩，台湾台北采访报道。